你在这整啥呢你？我一会儿要找小伙伴们玩去。整天玩，整天玩，人家都说了，都快开学了，你怎么一点紧张性都没有呢？还知道玩呢？哎呀，玩会好，要不然开学了我就没时间了。还没时间玩了呢，天天就知道玩。你这玩意是啥呀你？这是弹力球，龙珠。这是那个抽号的，这个是我们的小纸币。这多少钱？多少钱呢？100块钱抽一次。这啥玩意不好呀？不好，当心。好的，好东西。哎呀，这些东西好幼稚。这玩意是咋玩啊你？一会儿。这是我们准备的小盲袋。上面都写着多少号多少号呢？对，是不是？抽盲袋啊，不能免费抽，所以我准备了纸币，100块钱一次。哎呀我呀，这个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之后先从这里边抽出一个小票，假如抽这个了，之后里边会有一个号码，按照这个号码我就给你们几号袋子。小盲袋啊。哎呦天哪，你们这是纯属于自娱自乐呢。那当然。为什么你跟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啊，这整一个50的又100的，那你跟我玩的时候为什么你让我买你这个东西啊？因为我想得到零花钱。走，出发。作业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就出去玩去你。你看你再开心两天吧，你也就。That's good。小伙伴就找到一个。那些有的写作业呢，有的去上课了。对，所以今天我可以充当你的小伙伴了。不用，你不可以，因为你在家的时候你会瞄眼的。我没看着啊。你肯定看了。那这回我也可以了。不可以。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了。100块钱一次，给人钱吧。这个女生的东西。抽一个女生的东西了。我帮你看。好了，看这里边是几号？这是8号，来找8号。这里。这是8号啊。那你不是上次你要活紧张吗？这是满足你的心愿。看看。捉米呢？去，握手。又赠送一个呀？那我下把抽我也有呗，是不是？给100一次。给钱。给你2张。咋个两？这回涨价了，涨价。咱们还哈抽就1张啊？那也得200了，对不？对。他没给你啊，刚才。他不是刚涨价。有哈你的啊，在这块那小赖包子啊。我来他，一看就是个好的，我看看他是不是好的。好的。看我抽的是几号？4号。我的是4号，这是4号。我给你抽。你叫你小欠手得了。6号。6号是啥呢？一个龙珠。那里边为啥有东西？我这为啥没有啊？这是你的。我怒了。你怒了？你直接包。我呢？他直接包了。那你刚才都抽完了，所以还你太向着他了。2个。55。全还是2张，这就是你的小盲袋啊！谢谢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们俩啊！